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小强。12月8日讯，湖人前锋勒布朗·詹姆斯近日在播客节目中阐述了今年总决赛期间篮网后卫凯里·欧文涉及他的争议言论。欧文曾在队友凯文·杜兰特的播客节目中表示，我感觉过去我一直是我效力的球队中最好的最后一投选项，下赛季应该是我生涯第一次感觉到也可以让那个该死的家伙指篮网球员凯文杜兰特来做这件事情，让他来执行最后一投的任务，而且他也许可以更轻松地做到。当我听说凯里的言论后，我想首先找到完整的言论文本，还打电话给我的人把他的完整言论给我发来。我听说他是在 KD 的播客上说的，詹姆斯说道。我有点感觉到靠 damn， 詹姆斯说，当我得到完整言论后，我就感叹靠，我没有说你在搞笑吗，我整个生涯都在投进绝杀球，我没有那样，我就是很靠，因为你也在那里打了一两年指理查德杰弗森，我和凯里一起征战三个赛季，我在那里的全部时间，我只想看到他成为联盟的 MVP， 我只关心他的成功，那就是没有达成一致，而我们有能力赢得一次冠军，那是最疯狂的事，我们仍然可以赢得一次冠军，但我们从没能达成一致，但我只关心他在球场内外能过得好，那有点让我受伤。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